大家好，我是小贼猫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樱花校园模拟器。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出来找点乐子。咦，这个房子里好像有东西，一个绿色的小哥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在那一蹦一蹦的，我进去看一下。过来看一下这个绿头发的小哥哥帅不帅。我这刚过来，小哥哥就交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帮他收集这绿色的小矮人。既然你都开口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了，帮你找一下吧，沙发上就一个。好，找到第一个，然后我们再去其他地方转一转。好的，发现第二只，赶紧过来，这里还有一只，第三只，完成。哎，这对面，这不是之前那一对情侣吗？就是那个分手要100万分手费的渣男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敢出现。之前就告诉他了，以后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看来上次我还是打得太轻了，没让他记住教训。这次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了。喂，你给我出来！什么？我开什么玩笑？好吧，看来我得使用别的战术了。那我就先夸你一顿，让你膨胀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然后我再下手。嘿嘿，我真的是太聪明了。现在应该可以了，我把他带走吧。哎，为什么是公主抱？我不想抱这个渣男。算了，还是先忍忍吧。这次我把他带到了黑帮这里。上一次我打了他几下，他竟然去报警了，害得我都让警察给通缉了。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不亲自动手了，让黑帮替我教训他吧。好的，我把他给带过来，然后让他在这等着我，然后我出来在一边看着。嗯，不对呀，这两个人为什么不打他呢？我记得上次我进来的时候就打我。哎，这怎么又追着我打呀？你不要打我呀，你看不见这还有个人吗？打他。哎呀，大哥你不要追我了。哎，完了。哎，你怎么跑了？这个渣男跑了。这个大哥一直追着我打。看来现实总是很残酷呀，我想的倒是挺好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嗯，这个渣男跑得可真快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跑这么快，你给我站住，回来！这个死渣男真是干啥啥不行，逃跑第一名啊，追都追不上。我去，这跑得忒快啊！看来我只能用我的秘密武器才能追上了。别跑了，你快停下！你停下，我有话给你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刚刚的都是，哎，完了，完全不理我。他不会又要去警察局报警吧？完了，他真的来警察局了，多大点事呀，你也至于来报警？他进去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进，跟我去看一下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警察可是我的前男友，你说了也没用。哎，走不见了。这就走了，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给我回来！去哪了？大哥，你可是真执着，你竟然追我追到了警察局，你怕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吧？你竟然还当着警察的面打我，好歹他也是我的前男友，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嗯，就这就被打倒了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这也太逊了吧！哎，你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看你也挺可怜的，我还是给你安置个地方吧。感觉这就不错，进去吧你。哼，让你以后还敢欺负我。走了走了，不过今天没有教训到那个渣男，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